喜憨儿基金会推出的中秋月饼礼盒，选自吉米样本《忘记亲一下》中的经典场景，作为外包装，让购买民众随着画面去旅行。同时邀请艺人林心如代言，发挥自身影响力，盼民众中秋认购喜憨儿礼盒，同时做公益。乌豆沙蛋黄，啊，看个心如姐姐，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面是什么？豆沙跟甜蛋黄，哎，很赞很赞很赞！来来来，那第二款呢？杨枝甘露月饼。杨枝甘露里面是大家现在最夏天最受欢迎的口味，里面有什么？奶露跟椰奶，对不对？哈，好。哦，另外呢是很多人都最喜欢的了，巧克力。坚果，里面有巧克力跟坚果，焦糖，还有焦糖，而且呢，光是饼皮就是纯纯的巧克力了，对不对？对，好，那下一个呢？抹茶 Q 心月饼，里面有抹茶跟 Q 瓦吉，好，那下一个，最后一个是山茶月饼，因为吃起来有茶的香味。那我们基金会呢，从28年前成立，但是我们月饼已经卖了27年了，哦，所以呢，我们有很成熟的这个制作技巧，而且呢，在这么多的工艺品牌里面，就是我们喜憨儿真正有3家ISO 22000的烘焙庇护工厂，还有1家ISO 22000的冷冻庇护工厂，是为我们。让我们的总共呢，我们在这边就业的憨儿有300多个憨儿哦，那他们每一年的5000多万的薪水，其实都是从各位大社会大众购买我们的商品去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些收入哈、哦，所以非常谢谢。然后我们也很用心，不管在我们的品项、画面、盒款。我们一直都很用心，我们今年的品项呢，就是也都兼顾到年轻人的口味，譬如说有文山茶啦，有这个抹茶 Q 心啦，那当然也有传统的广式月饼啦，还有蛋黄酥、凤梨酥都有，还有杨枝甘露老师，杨枝甘露现在好红哦，啊对对，杨枝甘露也有哈、哦，所以呢真的就兼我们这个。用心就是兼顾大家，然后我们的画面呢，我们已经20年前就开始跟吉米有合作了哈、哦。那近7年来，每一年的中秋月饼都是由吉米来提供他一本绘本里面的一些主题、一些画面来当我们的盒面啊、哦。那今年我们是用忘记亲一下这一本绘本，那里面呢就是有这个。有一个孩子哈，然后他就是坐火车去旅行，他就想到一些他忘记了的事，哈。那我们提那个这个画面呢，就让我们选了一个主题，叫做跟着心去旅行。那刚好我们今年的爱心大使就是我们的心如小姐，跟着她走就没错了啊！谢谢谢谢。然后我们的这个。盒款呢，其实也是要符合环保嘛，所以我们盒款又要漂亮，又要符合环保，所以我们今年有双层盒，其实大家可以拿回去收藏的哈，可以放一些小饰品，这个叫做新站典藏哦。然后另外一款叫做缤纷旅途，它是旅行箱式的哈，所以大家呢也都可以带着回去哈。所以呢，今年呢，不管个人送礼啦、企业采购啦，还是说你愿意把这个饼买支持憨儿以外，另外再送给偏乡的孩子或者弱势家庭，我们都有提供可以让大家很好的选择。应该是6年多前我女儿出生的时候，然后我买了就是喜憨儿烘焙的这个饼干。当成他的这叫什么蜜月礼，对，突然忘记怎么讲，就对，当他的蜜月礼送给大家。因为我觉得
在女儿的出生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一份幸福分享给大家，然后也希望她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就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一直在关注有关于公益的这件事情。然后对于喜憨儿这个烘焙，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我每次经过那条光复南路那边有一个烘焙坊，我每次经过的时候我都会。是民生吗？就是在东光复店，光复店，光复店，对。然后经过的时候，我就会去买一些面包啊、饼干啊，甚至在路上，常常在应该是忠孝东路、基隆路口，都会有一些憨儿在那卖饼干。对，每次看到也都会买，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只是举手之劳做公益，可是对他们来说，就是对他们努力他们的肯定。传统月饼工艺搭上创新口味，杨枝甘露、抹茶 Q 星、文山茶等新口味，让喜憨儿们大展身手。搭配漂亮具收藏的外盒，要在中秋节将用心制作礼品与美食的心意传递给大家。记者温俊台北报道。